民众在包子店直击这一幕，员工蒸包子怎么蹲在地上？仔细看，包子蒸盘放在脚边，接着手居然往下，是在捡包子吗？难道包子已经掉在地上，还捡起来放回蒸盘？下一秒简直惊呆了，员工再把这盘包子塞回去蒸笼继续蒸，难道用蒸汽高温就能杀菌吗？直接掉地上跟铁盘蒸就是两回事。回到这家连锁包子店，业者一开始摇头反驳没这回事，但是影片员工的手确实有往下捡，民众看了很傻眼，这还有谁敢吃？越看越害怕。如果掉到地上再拿起来，这样可能不 OK。健跟健康有关系，你不知道地上到底有多不干净，就不能要了，就应该要丢掉了，要报废啊。影片是在12月31号下午被民众拍下，回到现场对照一下，仔细看员工手往下捡的位置，就是脏黑地面，包子掉在这里怎么能吃？一下疏忽就放在地上，这个举动是绝对不行的，纠正这个同事处罚他。业者最后承认，确实是员工有疏失，会再改进，也会惩处，但就怕不是单一事件。包子掉了，捡起来继续蒸。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了解，若店家确实有违规，也将开罚。记者洪富仁、陈珊珊，高雄采访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？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